看我的美女主播，漂亮。这王子，这王啥都漂亮。人家兄弟连学习都不会说，你没有交学费。做啥去？做锻炼。看看美女玩的像样，必须的。哎。我们的美女主播是专业户外撒网。这以后钓鱼人就再也钓不到鱼了，怎么可能呢？这里边鱼特别多，看看美女玩的咋样，有没有鱼？应该有。啊？我们家的，反正不卖水果。上鱼了，全在网里。上大鱼了。全在网里。有有。怎么样？几条？这一条刚才可能是。你不来怎么？漂亮，我来点。怎么样？爆网了，就是力气小了点，撒得太近了。看美女撒得多好，是啊。好，给给给。肯定妈耶。就带个鹅。啊，那还带什么？没有腰了。